我哋而家有请香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资源策划及资讯管理人力资源及事务部助理经理何敏芝小姐，有请何敏芝小姐到台上。Hello， 芝芝你好。大家好，希望咧你都可以同我哋在座得奖嘅同学讲几句嘅勉励说话。好，咁首先啦，学好中文语文咧，作为中国人系第一啦，需要。第二咧，其实全球咧有74亿人，同学仔知唔知有几多人系讲中文噶？十几啊，知唔知？差少少，少啲，唔系13，再少啲，系啦，12亿人系用中文噶。所以學好中文很重要的。多謝曬你的分享啊！嗱，咁我哋咧喺呢個時候咧，我哋有請咧，你話我哋頒發呢個獎項啦。咁獲得啟慧中國語文網上閱讀氣氛勁爆學校的包括有排名不分先後，有請聖母書院文偉如同學代表，跟住係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謝慧欣、李佩欣、鄧子峰代表接受。最後是慈雲山天主教小學廖嘉怡同學代表接受。好啦，恭喜曬三間嘅得獎學校啊！呢三間學校咧，係我哋啟慧中國語文喺全港裏邊最高閱讀量同埋最高積分嘅學生嚟嘅，所以我哋再一次俾啲熱烈掌聲，呢三間學校，恭喜曬！好，唔該曬。下年繼續努力，亦都唔該曬 Gigi 嘅。唔該曬。